新闻继续来看是嘉义县长翁章梁，伊伫咧十六号下晡带团分别前往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太研究所、国防航太先进科技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智慧制造试营运场与工业四点零示范工厂，观摩参访和学习交流。县长翁章梁率领管护团队甲嘉义县的工商企业团体，首先前往中山科学研究院所参访各项工业的发展以及系统整合，甲相关核心技术的开发以及制作供应。中研院也伫干部当中指出，因应国家国机国造以及国干国造计划，扩大相关航太零组件系统等等检验测试设施以及研发能量，目前经过董事会通过同意。落卡伫国防部位伫闽雄松南公园后边的闽雄综合训练场，总面积大约54.136公顷，陆续将依法定程序办理。那中科院最近大概比较夯的是要到闽雄来开设我们的航太基地，那这样基本上闽雄人包括嘉义人都非常的欢迎，所以跟他特别来这个地方参观他们整个中科院的发展的历史。包括他们整个目前在发展的整个这个国防科技方面整个最新的进度。那当然今天再来工业院来看所谓的工业 4.0 的示范，那实际上让企业界一方面让他们清楚了解什么叫做最新的工业 4.0， 那对他们的产业发展是不是有什么样具有启发性的一个帮忙。我们希望未来嘉义除了以农业为主以外，那不管在工业的多样性方面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嘉义子弟有机会留在嘉义，也让更全台湾包括全世界有心想来嘉义发展，认为嘉义值得发展的，都可以到嘉义来一起努力。吴忠良指出，民众拢非常欢迎中科院到嘉义来设立航太研发园区，未来将结合周边大埔美园区、精密机械园区结合，加上闽雄、头桥、后湖、嘉泰工业区、智慧机械、机器人、线性的华轨相关产业的供应链，接袂前往工业技术研究院参观智慧制造试营运。张掖工业 4.0 示范工厂，让嘉义县企业一同体验到工业 4.0 的张掖，将以该示范张掖作为借鉴，加速嘉义县制造业智慧技术的发展。新闻部张乃新，嘉义县采访报道。